8月15号，一网友在北海道偶遇 Angelababy 带着儿子小海绵滑雪，并晒出了照片。照片中，小海绵被妈妈抱在怀里，不过小海绵这大长腿丝毫不像3、4岁的孩子，果然是继承了妈妈大长腿的基因呀。小海绵还亲了妈妈， Baby 则是开心的笑着，十分的温馨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天母子二人还偶遇了陈小春一家人。应采儿虽然怀孕3个月左右，但是还是坚持来滑雪，果然是妥妥的潮妈一枚啦。芒果捞新闻，转眼小海绵都这么大啦，报道。